为更好落实习总书记农业供给侧改革，落实习总书记确保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国策，北京三安农业开创的三安农业模式，使农业生产环境安全、农产品生产过程安全及农产品品质安全的安全集合体。历经43年研发和29年的实践，如今的三安农业技术应用的合作单位与示范基地依然遍布全国各地。三安农业致力于修复被污染的环境，解决现代农业造成的土壤破坏、病虫害泛滥、产量降低、不可持续发展等世界性难题，修复生产环境，彻底清除残毒。三安农业只生产无二次污染的零农残食品，解决土壤污染难题。面对农民增收难题，三安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不仅让产量有保证，更提升品质，带来庞大的市场需求，彻底解决农民增收难题。三安农业创新核心技术，研发出28种生物制剂，覆盖农林、牧副渔等产业领域。三安农业的生物制剂不仅取代了农药、化肥等化学制品的使用，在生产出零化残含量的超有机产品的同时，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，重建和谐农业生产生态环境，更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标准化。依托张令玉先生首创并授权使用的28项生物技术，北京三安科技力求能够彻底解决当今化学农业污染、食品残毒、产量徘徊、效益低下的农业问题。三安超有机食品严格执行超有机农业标准操作规程，与世界首创的零农残超有机食品标准、超有机食品安全标准限量，经国际国家权威检测机构检测，三安超有机食品农残、化残、药残全部达到未检出，颠覆现代农业，破解世界农业发展难题。三安农业举起农业革命的大旗，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农业发展新方向的农业强国、食品安全强国、